记得听我的新歌，这是你的人生，对吗？老板，你今天录歌录了多久？一个小时有吗？你现在录歌这么快呢？嗓子哑了，因为感觉来了是吧？不是，声音太，嗓子哑是不是？这歌有点高多了，但是唱的很有力量。希望吧。怎么这么没底气呢？你要不要澄清一下？那桌上那两杯饮料不都是你喝的？不用澄清。有一杯是你制作人的，刘老师的。这是丑八怪的。这是大帅哥。人生，对吗？女人做到大雨淋江又何妨？往前。然后是因为喜欢这个滤镜吗？嗯。然后你要用腻了这个滤镜还拍吗？不拍了。老板，今天你给我讲讲你要录的这个歌呗，你给大家讲讲。这首歌叫《这就是你的人生》，对吗？这是你的人生，对。眼泪